你来这边出差啊？嗯，视察东洋基地，你住哪个酒店？我住维景。我也是。维景。这是志愿者的康复报告。志愿者已经开始做基础的复健练习了，椎间融合器和骨骼融合的也非常好。嗯。最近在忙什么？对，有陷阱，想好了再回答。能提示一下考点在哪儿吗？不能。最近我把一些小事儿都交给他们去做了。啊，我不是报了一个德国考察活动吗？我想在深造学习一下，尽快想清楚星辰的产品定位。嗯，勉强合格。老板，要开会了。不要自我设限，跳出思维定时。什么意思？自己想。对了，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季总是不是忘了？什么事？定期跟我汇报大黄的情况。大黄，哎呦，这么漂亮！最近瘦了，给他多吃点罐头。好的，老板。季小姐。韩总。Excuse me？ 啊，我先过去了。你好，女士。这边请。谢谢。哎，您好。麻烦要个毯子。好的，您稍等。谢谢。女士您好，您的毛。谢谢。怎么一个人？金融班的同学呢？他们提前一天去的。航班到达时间不好打车，我捎你一段。好，谢了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我们的飞机即将起飞，请您系好安全带，收起小桌板，调直座椅靠背。你好，女士，醒一醒，飞机已经落地了。季小姐。韩总，谢谢你的警诊。你来这边出差啊？嗯，视察东洋基地。你住哪个酒店？我住维景。我也是。维景。这次来，具体考察什么？就在这个手册上面。这个就是你上次报名那个活动。嗯。多少钱？4万5。嗯。当做试错成本，还可以。这么差吗？我查过这些公司的资料，挺好的呀。能查到的都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。B。
哦。克伯、汉斯，这两家曾经辉煌，现在一直在走下坡路，国内很少人知道。我的确不知道他们走下坡路了，资料上说他们很有实力。没关系啊，你可以去看看，当作给自己提个醒，跟不上时代的脚步，他们就是你的前车之鉴。塔贝、赛梅，这两家一直没什么亮点，打着德国制造的旗号糊弄外国人。可是我们国内专业的论坛上面好多夸他们的，心得还写得很长。你可以当作反面教材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德曼、拜瓦尔、AJ 科技，这三家你可以重点看一看。嗯，这三家也是我最感兴趣的。德曼的技术一流，设备很先进，拜瓦尔注重管理，管理模式值得借鉴， AJ 科技的创新研发很出色，一直引领着行业风向。嗯，德曼是技术一流，设备先进。Common weekend hotel， 季小姐，给我吧。啊，谢谢。这建帐好好看。在这儿，啊，你准备去哪儿？嘿，下午才考察，上午想出去转转。第一次来慕尼黑嘛。啊，正好，我也想出去转转，一起。好啊，那走。哇！看来你不太受鸽子待见啊。我还想拍他们呢。来，你哪儿弄的？这边店铺都会免费提供格粮给游客。嗯，果然是本地导游。